钢筋笼滚焊机施工法。一、加工速度快，正常情况下三人一班可分班作业，20米钢筋笼成型耗时90分钟左右，工作效率非常高。二、加工质量稳定可靠，由于采用的是机械化作业，主筋材料筋的间距均匀，钢筋笼直径一致，产品质量完全达到规范要求。三、钴筋不需要搭接，较之手工作业节省材料1%，降低了施工成本。四、由于主筋在圆周上分